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哥。今天呢我们到这个阿苏的新阿瓦提路啊，我来吃个拌面。这也是我们那个啥社交小杨给我们介绍的店，一次打工者今天给我介绍这么好的店。你知道吗，我一进来我要个啥，你知道吗？辣皮子拌面，然后我社交小杨呢要一个大杂烩拌面。感觉吧，我看他们都是用的那种，不是用黄的就是蓝，那是锅油，还可以，环境不错，环境不错。说是这家店开了十多年了，真的我好几天好像没吃拌面了，好几天没吃。谢谢。拌面有？要两个加面。好了，这个我们沈阳的大杂烩拌面来了，而我的这个辣皮拌面也来了。它这上面呢，给你来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煎鸡蛋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筷子给你们出来筷子。他们的筷子不像我之前去的都是一些用一次性筷子，他这个不是。可以，神器，大蒜，这是其他蒜，就这来。闻起来非常香啊。开始整了。我先替大家先尝一口啊，先尝尝味道。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，辣皮子拌面。炒菜加醋，偏酸点。这个辣皮子我推荐的，不是很辣，非常大家都能适口，红红的，还带点酸味。比我之前吃的过瘾多了。大杂烩的菜怎么样啊？面呢都是差不多。我试试这个大杂烩的菜怎么样啊？好不好吃？就是一小白菜一大杂烩。茄子、芹菜、茄子、蘑菇、香菇、肉、西红柿、辣子。再没了，好像再没了，然后就是辣椒了，再没了，还可以，还得再要一群面。老板，这里有什么？再加个面。真可以啊！我吃过你啊！我上高中的时候在这吃饭，还好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过来都能加上三四个面，都能加上三四个，因为这个面呢是面不多啊，一口就能吃完了。你看这一筷子就完了，对吧？加点就行了。要不再来一个？啊？要不再来一个？我不要了，我害怕把人家吓着。
比你喝呀。嗯，他们家的不辣，就辣皮带麦不辣，而且的香味特别足。再一个，我要把他们家所有的拌面全吃上一遍，全都吃上一遍。喂，到我这了，到我这。哎，好冻。喂。好了，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遇见香蜜，继续支持西安胖子。带你了解最真实的西江。这期呢就带大家看这个辣皮子拌面和大杂烩拌面，这家还是个老店，在阿苏市里边的金阿瓦提路，嗯，老回民饭庄。哎呀，他每天都发工资来嘛，给我多少钱啊？你大杂烩行不行？大杂烩行不行？大坐在那儿坐。说你很神秘，穿过无边寻找你，都说你很美丽，玫瑰花香飘万里，姑娘的大眼睛迷醉了我和你，蝴蝶为你披上金色的嫁衣，爱上了新疆。